人走。你认为讲现准是你要分我的钱，我来开始。哎呦，想袂到到十外年后呢哈，我搁当我着你冤哪天理嘛哈，你有看卖啦？哎呦，悲情无够，我情来到啦，穿到一身裤是一个臭去食呢哈，伫路边甲分。哎呦，好佳哉，较早我有上分啦，目色巧哈。会晓活跳吼，皆大大青龙的地位。哎呦，人即马遐收伊外富贵，不仅穿的是长长短短啦，若嫁你吼，就做乞食包啦。想袂到啦，阿拉婆做遮侪年，你今日竟然讲遮话，我甲你哭扁一面。哎呦，你啥物啊？哈？贪官，贪官，啥物意思？这人毋捌揣我。你也无想看卖咧哈？你即摆老早咧哈？你敢好声好嘴甲我要求哈？看我会施舍你袂？唔袂，这么口气这么大，哎呀，敢你甲我量骂哈？这骂了我，我想要拍你！哎呀，好无奈！哎呀，我惊你啊！我惊你啊！我无对不起啊！你啥？哎呀，你敢知我去动了啥？你动了啥？我动了一个臭去食。臭去吃怎样？伊哦，我话你讲，伊就是哦，我迄个无下的翁啦，我天灵啦。什么？哪样事？搞尿妈嘞！你是咩啊？王万龙。什么人？哦，真恐怖。我是什么人？我天灵。你后今仔日来是真今仔下场是？我今日我天灵闹今日，就是因为你害。家己啊，惜本哦！这今仔规路做乞食，这咧搞本，这做啥物报应？报应！报应！是你一手造成的，将我的宝贝拐走，我一家人在